媳妇儿，我这有个线头帮我整一下吧。啊，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你没看过那个你拽线头出来里头藏个礼物那个？我问你看没看过吗？你明显是没看过。吃的不像糖这里了，香点口红，是地地道道的黄瓜味薯片。撅嘴走一路了。你都不问我带你上哪吗？应该是要去你心里吧。不用了啊。那这个你也不看了啊？这不是我最喜欢的 Lucky 吗？说变脸又变脸。媳妇，你真知道要上哪吗？那你领我走啥呢？跟我走吧，这不就到了吗？不是，这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谁跟你说没惊喜了？这不都是吗？走，我带你开饭门去。相中这个了？不接。我想要解暑一刻，因为它配了一个小椅子。我想要的是夏日纯调。好，不行，你都有我也得整。你怎么这么喜欢粉色呀？这就是这样子的，也太可爱了吧！好可爱呀，更像你了。我没耳朵。这是花钱吗？我花钱500一次。啊，逗你玩呀，你快拿。啊，行，接着抽吧。抽出来。盲盒日历，对呀。对呀，还不错。不生气了吧？之前逗你玩的，不就为了领你上这来吗？消一半了吧。说再让你抽几个那盲盒。拿钱。